OK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要是有钱不想上班。那今天呢，要来玩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游戏，叫做喵 Bakery，翻译成中文应该就叫做喵喵面包屋、烘焙坊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只兔子好可爱哦。兔子想吃红萝卜，闻到香味，顺着香味走，看到了有人的面包。哦，OK，闻一闻面包的味道。你经营面包店吗？对不起，这不是面包店。我有钱，点点点，欢迎先生，让我们先买张桌子，让我们的顾客坐下。点击存储按钮，这个翻译不太行啊。我们先买第一张桌子好吗？我能说不好吗？点击表一。天哪，价格只能买最便宜的。废话，我很穷。有位子我会坐在那边。是的，进来。是的，请进吧。谁还没试着进来？订单到了，点击订购，请触摸订单，请捡起金子。吃得好，我会把钱留下。哦。谢谢你，吃得好，呵呵，哇，是钱！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富有。我们先买些别的家具好吗？架子变成了正确的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收银机。哦，哇，现在这很酷，现在让我们开始赚钱吧。如果您按照指南进行操作，我们可以轻松的进行。那我们请客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了，要不要请一群客人？邀请客人散播面包的香味。哦，每日登录可以拿到这个，然后再来报酬可以拿到这个。然后他就会接受订单。哦，右上角这个就是。OK，能理解，就指导嘛，就是，顺着他说的走就对了。可以买了耶。所以我买好了之后就可以拿到报酬，捡起金子4次。啊，点到了，点到了，你下一点。这个音效我不太喜欢。其实就目前来看，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可爱风的小游戏，可爱风的动物经营餐厅小游戏。大概类似这样了。应该等一下可以聘一些人吧？诶。看广告，那我不要看广告。接收4个订单，我怎么好像每次都玩这种游戏呢？可是就是这种游戏很可爱啊，很疗愈啊。那还差一点钱。很香，它现在看起来好像一个相当不错的店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做新面包吗？哦吼，哦吼！点击我可以制作的食谱。我打开了一个新食谱。哦，我没有足够的材料做面包。那我们先去拿食材吧。我们要不要先去烘焙拼图拿材料？
我上次的那个非日常邂逅的收集是用探索方式，那这个收集是要用烘焙拼图，所以是玩小游戏就对了。我可以立即，哦，点一下之后，我可以立即拿到，然后收集食材制作更美味的。那是那种常见的小游戏吧。等一下。哦，我理解了，我理解了。这你看它上面，左边那是可以点几下，点你总共还有几步。那右边那个是你还有几秒。好。我还有四步。那好，33秒。我已经收集了很多观看广告，并获得2倍，不要错过机会。好，那我看个广告吧。这个广告我想看，来。OK，那我拿到了2倍的材料之后，就把这个牛腩面包给做起来。哦，就几秒钟而已，好快。OK，哎，我升级了耶。新菜单，牛奶面包，恭喜你有一个新菜单。新客户若昂，恭喜新客户来了。新配方，恭喜你有一个新食谱。哦，又来了。啊，巧克力不够。好吧，先去买新的椅。哎呀，诶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顾客。哈哈。爱讨人厌的顾客，带来成就、报酬、推动、点击推广按钮、邀请顾客。哦，这样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下一个客人，好。还要下8个订单，好。他以这个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现在还等级还低，所以他八下就可以了。不然以八下来说是算是非常的良心的啦。其实我之前玩过很多那么10下、20下、30下的，那点到疯掉。聘请经理哦，我们终于可以雇佣员工了吗？事情会变容易些，所以要看看周围吗？职员，根据经理的工作有独特的能力，让我们看看这位经理的能力。哦，促销按钮的效果加倍，期间15秒凉爽的时间，凉爽的时间，凉爽的时间是哦，冷却时间了吼。诶，这是每日到第5天就可以了，不允许重复使用同一作业。推广并立刻邀请。哦，招募，我们还是依他说的吧。他叫我先要聘经理，就先聘经理好了。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，就是他招募之后，他是
用那种烤箱刚烤出来那种轰轰轰的声音作为一个配音效果音。刚刚有看到，它最多外面可以站20个。购买，凯特，恭喜你聘请了一位新经理。新客户锤子，恭喜新客户来啦！报酬，终于聘请了靠谱的经理，感谢您的招聘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是希望我可以帮助你经营这家店。五，翻倍15秒，就是这样吗？可是他40秒的，400秒的冷却呢？所以我在你这15秒内，我要赶快点。哦，哇哇哇！顶角，会自动购买哦。顶角好，还差2个订单，你要不要去旁边的小游戏玩一下呀？点击推广按钮，邀请客人。OK， 购买装饰墙家具，我有钱吗？哎，刚好有。已购买完成，再来要捡金子啦！店终于开张了，什么东西？这家商店会出售有助于运营的商品，那我们要不要环顾四周呢？操作，该商店会出售免费的法术推进器，自由的。您将自动收到订单，快速邀请。有看没有很懂。自由的，好好笑哦，他这个翻译不太有问题吧 ？Free 有自由的，也有免费的概念呢、啊。他的意思应该是免费的，不是自由的。哦，钱不够。怎么说？就是他的翻译不太好。有没有猫可以帮忙啊？我需要雇一个服务生、服务员。我可以在这里雇，他现在是免费的。那我们可以看看会出什么样的服务员。哦，你终于有服务员了，让我们看看我们雇服务员好吗？很擦擦，可以看他的效果。使用服务员小费设计更多金币加30%。应该有更强，果然有。算了，免费送的也不多说什么。接收订单，要先有人才可以接收订单，你想啥？等一下，这个什么？自动订购还有3分钟，问我要不要，还是先不要吧。购买隔壁家具，钱不够。那我的店员在哪里啊？
哦，我看到我电源突然闪现了一下。量钱够了没呀？刚好，吧，我又购买了新家具，购买的家具加自动安装，再捡起10次的黄金，好，OK，点击推广按钮邀请客人，再邀请6个进来，好。还要观看两个广告，好了，我等下看，在看之前呢，看一下，哎，它可以升级耶，哦，原来可以升级耶，卖的够多就可以升级，好，这个巧克力面包，不然来玩一下。看一下哦，15步，要怎么样呢？我想想，我想想，我想想。哦，这样就有了。再来就是我的收集材料时间。你不知道去不去这些东西，就是先收集了再说。然后等一下，应该也会有看广告拿2倍，就刚好可以拿来解那一个指引指导。诶，要添加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一次的运气不太好呀。不办拿这个，这样就好。然后，OK，那我就拿到了2倍的小奖励，可以做了吧？OK，十几秒而已嘛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哦，哇，这么多哇，哇！自动点击没有了，好吧。新客户起播，恭喜新客户来了。他的这个画的这个字，这个线感觉有点蜡笔风的感觉，嗯，好吧，不重要。下一个是什么？我打开了一个新食谱，材料不够。而且你写西兰花哦，西兰花，花椰菜面包，可是它只是个长相像而已。没关系，长相像也行了。哎，莫名其妙的20分钟过去，呵呵，我只是想看一下我材料袋里面有什么。差的材料有点多啊。2步，你是要叫我去死吗？2步能干嘛？你搞阿公？为什么会只有2步？他们，嗯。
数是怎么看的呢？该不会就是我有多少的，我招待了多少客人之后，我就有几步吧？好，毕竟看广告刚好这样。停止闻，这是什么难闻的味道？嘿嘿，我会用闻香味填满它。哦，你是个讨厌哥顾客，我的顾客要走了，让我们触碰讨厌的顾客，然后把他赶走。肮脏的羊，啊，赶快走开。OK， 接收订单。激活啦，赶快趁机点一点。钱不够，赶快。可以升级了没？还不行。还不能升级啊，钱也不够。啊，差不多了，购买桌子，升级啦，太棒了，嘿嘿，还要下十个订单。接收订单，应该很快吧 ？OK， 购买桌子二要8000块，好贵。8000块耶，很贵耶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可以玩了吗？哦，所以最多就是15的意思。好，我了解了，我完全的了解了。嗯，它不像平常玩游戏，它可能会更新或刷新，它不会，它就是继续下去。嗯，那我插鸡蛋说，我插鸡蛋，然后一直在收集其他东西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很嗨哟。那其他东西迟早也是需要的嘛？报酬乘以二是必要的。好的，2倍的材料，好，让他继续做，给我做。他有没有上限啊？哦，有10000。我又收集到了8000块。嗯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我闻一闻，这面包好像是从这里闻起来。闻，它所到之处撒金，是唐苏尔，请触摸它。这样，哎嘿嘿，不，好可爱啊！啊，猪猪，你只能点这样就走了。黄金机会，我已获得了这些金币，观看广告可得2倍奖励。不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很满意了。其实，再来，他写推动，推动是这个吗？哦，是。
完成巧克力面包配方。哎，我已经完成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看一下这个哦，啊，这不是早就完成了吗？换下一个，甜巧克力奶油面包。哇，巧克力跟麦子啊！我的客人要跑了，跑了一个。对不起，赶得不够及时。每日任务再拿下，这样就有一点钱。OK， 再来就。欸，真的，真的不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到底是怎么去看这个数量的？不懂。巧克力跟麦子都不够用。到底是怎么样去凑这个的？那时候有写吗？好吧，他可能有写，可是数字跳太快了，文字跳太快，我可能没有发现。这些小动物超可爱的。OK， 剪金子也拿到了，然后就买新的桌子，再下十个订单。差一个 ，OK， 购买菜单家具。哦，可以买更贵的，其实。哎，等下，他说我有拥有的家具效果是累计的，当然是买便宜的，嘿嘿。然后要减十次的钱。哎，你是谁？投资建议。投资建议不，又要买这个东西，得到，啊，好好看哦！完成套餐并获得福利，去看看。恭喜我有一个新食谱，等一下再看。哦哇哇哇，好贵！算了，当没看到。墙壁，好，这钱花得太快了，嘿嘿。哎呀，那个冷却快要到了吧？这个冷却到了之后是点一下当两下用，其实也不错。哎，激活了，激活了，那个挺好的点，赶快趁现在啊有技能的时候赶快点一点，在外面充斥着各种客人。没有了耶，就毕竟才15秒嘛，可能这样子也算多了啦，能接受了啦。
讨厌的客人缓慢的惊吓，顾客要走了，把这讨人厌的东西赶快弄走。哎，哎嘿嘿嘿嘿，好。又要看两个广告，唉。哎，熊莎，它看起来好可爱呀。可是还要巧克力跟鸡蛋，巧克力跟鸡蛋。哦哇哇哇！鸡蛋巧克力，鸡蛋巧克力。啊，这看起来有点太难了吧？好像没收集到什么东西，不过还是看一下好了。虽然奖励不怎么样，不能这样讲啦，就是运气不是太好。就是顺便想说要求看广告嘛，但我到现在还是不懂这个到底是怎么，这个的步数到底是怎么看的？嗯，还是看不懂。嗯，这两个巧克力。刚好做一做，所以现在还需要整整60个巧克力跟15个鸡蛋。好，好，你说的算，你说的算。啊！哦，我完全误会他的意思，我以为是我要在秒数内要。得到这些我在描述内要走完这些步数，结果哎，实际上不是，是几秒会给几步这样吗？看起来我知道了，哎，我有新客户了，明，恭喜新客户来啦！那恭喜我有一个新食谱啦！哎。那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是哦，一分半给一步，一分半给一步，真假一分半才给一步哦，啊这样子，哎呀哎呀，有这么慢吗？不知道，好问题，真是个好问题。看一下吧，反正我只是要过这个指导而已。这个指导也 OK 了，再来就是下十个订单。想想啊，今天玩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好了呢？虽然蛮可爱的，可是这个时间要有点久诶。其实我刚刚才发现的，这实在是发现太晚了。鸡蛋煎饼跟熊沙，那个熊沙感觉像是活动的东西，感觉啦，因为猜测嘛。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。又要购买东西咯，
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。一万一好贵哦。要吗？不要。哎，刚刚该要的，点下去我就可以买了说。给我钱，来的恰是时候啊！你问我要不要两倍吗？我一定会跟你讲不要。哎呀，我的客人都被赶跑了。捡起黄金十次。算了，不捡了。再看一下啊，才三步啊，那算了。好啦，今天这个 Meow Bakery 这个烘焙坊就先到这里好了，因为还要这些应该还是要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聘请去玩这样子。对，那毕竟它很可爱，然后它不像上次的是抢先体验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跟我使用同样语言的人很是零啊，我在翻 Google Play 的评价的时候是零，但是又有说一万次的下载，所以我不太理解，可能都不是这个。跟我不同语言的吧，我想 ，OK 啦，反正他很可爱。那、目前玩的话，除了翻译上吼有一点小小的诡异之外，其实还行啊，就是一般的经营小游戏。然后材料收集是用消消的方式去进行，能接受啦，能接受。OK。那我们之后再来继续玩好了，因为你看我还有一个花园还没有开启，对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。这里是要是有钱不想上班，谢谢你观看，谢谢。